欢迎各位嚟到最新一集嘅兵工厂世界啊！咁啊喺呢集开始嘅时候，我哋要重温一下咧，就系啲开心嘅事情啦。系啊，就系啱啱我哋即系上个礼拜六对呢个嘅水晶宫啦。咁我哋兵工厂世界咧就有一个 party 嘅，都系我哋创会 party 啦。咁啊，好多谢咧就都好踊跃啦，啲球迷参与咗我哋呢个 party 啦，有超过100个球迷嚟到啦。咁啊，其实早早已经爆咗噶啦。咁如果再放咧，可能真係仲多啲添。係咁啊，可能唔該，可以俾一俾幅相我哋睇一睇當晚嗰個大合照啦。係啦，哇，睇翻開心啊！開心啊！即係人頭湧湧嚇，果然係嚇。咁啊，即係多謝大家嚟到參與啦。畢竟即係大家都係第一次見面咁啊。即係我成日覺得有啲外界嘅朋友話第一次搞呢啲睇波派對，一嚟就可以有咁多人出席咧，其實已經叫成功噶咯喎，係咪咧？我其實就開頭即係報名，其實頭三日咧已經好多噶啦。咁其實我都覺得感覺係會有機會爆嘅。係。咁真係啦。咁好多球迷都係一個人嚟嘅。係。咁咧就開頭就有啲靜嘅，有啲內斂啊。但係隨著入波啦，加上我哋抽獎咧，好開心啦。咁啊，大家熱咗身之後咧，就大家睇下最後嗰張下合照，真係幾開心啊！真係大家都哇，個個都真係40000咁好。系咁啊！當日嘅獎品咧，即係抽獎咧，我哋都真係好神下實似噶嚇，即係譬如話我哋送出咗有5個嘅月曆啦，係嘛？包括今年有一啲座台嘅月曆啦，咁啊，另外亦都有DVD 啦、頸巾啦、兩件嘅波衫啦，仲有本帕金自傳啦，仲有本自傳啦，咁啊拎到帕金自傳嗰位好開心喎嚇，係啊，我已經叫咗個翻譯翻鋪翻啲文出嚟噶啦嚇。不過喺度要講講啦，咁我知道當晚咧就有個別朋友咧就報咗名嘅，咁但係後屘就冇出席嘅。即唔係話乜嘢，即係個別嘅其實唔緊要，但恰巧呢兩位朋友咧，佢哋所預留嘅人數都比較多嘅。我記得一個5位，一個4位嘅嚇咁樣樣嘅。咁但係咧，去到即係臨場嘅時候咧，我哋嘅手足啦，亦都打個電話去聯絡啦，咁啊即係就冇咗影嘅，咁由於因為咁一個5個，一個4個，嗰度9個人噶咯喎，係嘛，即係一出一入，對於我哋嗰個統計嚟講咧，就個影響嚟講係，雖然嗰晚就冇嘅，嗰晚嚟講就冇嘅，咁但係礙於嗰、那個，因為我哋譬如話原本預咗我哋抽獎咧係抽 number 啦，咁因為嗰度咧就變咗有少少擾亂咗我哋就唯有即場口叫咁解嘅啫。同埋就其實因為我哋其實差唔多星期五朝頭早已經截咗報名啦，因為太爆，其實星期五朝頭早統計都有成103人，咁啊都唔敢再即係俾大家報名，有啲球迷話我想嚟企啊，咁其實都係講笑，即係。真係再多嘅話太逼咁，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唔該。咁下次如果真係嚟唔到嘅話咧，就可以通知翻我啦。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唔緊要嘅，真係嚟唔到嘅話，電話一個即係最緊要聽啦。咁我哋位手足話一個就冇聽，一個就直情係冇聲添啊，個電話係啊，即係咁就係咯。不如咁啊，我大膽揸主意，呢兩位朋友我哋已經記低咗個名同埋電話號碼噶啦，咁啊 backlist 咗噶啦。下一次嘅活動咧，我哋就即係如果再報名嘅話，就暫時 hold 先，即係以示公平，因為實在你 hold 咗我哋9個位，咁其實跟住仲有人報名嘅，我哋都即係要截一截佢，唔俾佢嚟啦嚇。咁啊，即係呢個唔好，因為雖然都爆咗，咁啊，即係多謝各位嘅支持先啦。OK， 講完啲即係咁爆嘅嘢之後咧，咁啊要講翻上個禮拜嘅賽事啦。咁啊對多蒙特嘅歐聯就可以話食咗嘅悶棍。咁當然啦，其實輸俾一隊上屆嘅歐聯亞軍，亦都係歐洲頂級嘅勁旅，其實唔係一件即係覺得係好似好失敗嘅事情嚟㗎。不過只不過是主場和大家嗰個連勝的氣勢好像截一截咗咁樣啦，同埋叫臨尾輸，即係叫臨尾輸啦。其實有機會贏，即係例如卡蘇拿嗰腳波啦，大家都我覺得即係比賽個結果咧就就係失望啲嘅。但係整個流過程之中，其實我覺得唔係真係打得太差嘅。就好過水晶宮嗰場，如果我講嘅話就起碼即係有好多朋友認為嗰場多蒙特就係佢哋下半場收一收翻轉頭，阿仙奴先搶得更加多嘅控球權。但係依個一來一回嘅，即係佢哋撳咗咁耐，佢哋冇可能唔使回氣噶嘛，一定會回氣噶嘛。咁啊，自然喺嗰個時候會搶翻多啲控球權。同埋阿仙奴近依幾即係近年嚟對住啲德國球隊咧，對住啲德國勁旅咧，似乎喺嗰、那個
大家臨場嗰戰術嗰個融入性嗰度咧，係會比較慢熱一啲嘅、嗯，即係對住拜仁慕尼黑又係，係嘛？即係對住多蒙特都會係呢咁嘅情況。但近年嚟，我哋對住德國球隊咧，兩個回合嚟講咧，即係或者主客嚟講咧，就一勝一負啦。我哋起碼都一勝一負或者一和一負嘅，即係一定有分落袋嘅。所以呢個慣例嚟講咧，我相信今屆都唔會改變嘅啦、嗯。問題下一場咧係一分定三分嘅啫。不過今日我小弟就 po 咗個 post。出嚟個群組嗰度就睇到咧，有個法國嘅足球網站叫做 SoFoot， 咁樣樣咧就統計咗咧全世界最佳嘅十間球會嘅球迷，咁啊小保加第一，第二位居然係多蒙特，咁、嗯、第五位啊拿波里，啱啱多蒙特同拿波里正正就係我哋嚟緊歐聯剩翻嗰兩場作客賽事要面對嘅對手，即係話我哋要面對當今世界球壇上面前五大最佳球迷嘅其中之兩隊。咩為之最佳球迷咧？就係咪即係去到球場上面嗌得最犀利啊？打起得最犀利。人哋話地獄主場嘅加拉塔沙雷都排第六啫。嗯，嚇、啊，咁即係話佢哋放煙花啊，掉豬頭骨啊落嚟。多蒙特嘅球迷，我記得幾齊心啊！上屆佢哋四強對皇馬嘅時候咧，喺個觀眾席上面砌咗一啲嘅圖案出嚟啊，即係都幾生動下嘅。即係我唔識形容當時嗰個圖案。多蒙特嗰個球迷，或者應該話德甲嗰個上入座率就不嬲高咁啊，係嘛？即係球迷自然踴躍嘅。咁啊，喺呢種建基於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有個所謂最佳球迷，咁我覺得都係有譜嘅嚇。咁啊，但係十大裏面就冇英超球會嘅。咁啊，所以我哋阿仙奴啲 fans 唔使喺度咩咩。但係其實咧，就如果講翻球迷咧，就即係自己都去過幾次睇阿仙奴比賽啦。其實都略嫌稍為安靜嘅、嗯，即係當其實英國人或者。或者倫敦啦，即係可能新市啲啦、嗯，就比較安靜一啲。同埋咧，即係英超有個特點咧，就係咧，俾左下球迷唱歌先嘅。啊，唱完啦，到啦，跟住有主隊又再唱歌，跟住剩完一輪咧，又俾左下球迷唱歌，即係有啲風度啲。亦都我睇到有啲球迷話，當日對多蒙特嘅時候，佢點解好似覺得作客嘅客隊嘅球迷好似仲聲量仲響過我哋嘅？得3000人嘅啫喎，即係正路都係作客得3000張飛嘅啫嘛。但系點會多過6萬人咧？啊，咁啊，呢個酋長球場就不嬲，即係都係有人有少少挑剔嘅啦，就係話啲球迷係比較靜態一啲嘅嚇。咁啊，但可能到作客，去得德國嗰幾千名嘅死忠粉絲有同你死過㗎啦，到時嚇可能你多蒙特7-8萬人嗰個球場都可能比我哋啲聲咧真係震一震咁樣樣。希望啦，希望啦。咁啊，所謂即係講到多蒙特咧，不如我哋又講講啊啦。啊咪即係跟住又贏埋水晶宮啦，贏水晶宮呢場就表現就。不過不失啦，可以咁講。但而家我哋可以去我哋今日第一個話題咧，就係我哋可以去第一另外一張相啊，唔該，就係我哋要講到嘅咧，就係呢個我哋嚟緊嘅呢個魔鬼賽程啦。包括咗嗱喺我哋錄影呢一集節目之前就尚未開打嘅呢個亞仙奴嘅聯賽杯嘅賽事啦，對車路士。咁呢一場波好啦，咁跟住嚟緊嘅禮拜六深夜咧，即係禮拜日。嘅凌晨咧就會有主場咧，亦都係咧咁啊對住而家目前聯賽榜排第二兩分落後我哋嘅利物浦，咁啊再跟住下個禮拜周中咧就會作客去翻多蒙特啦，哇係，咁跟住咧去完多蒙特翻嚟嘅嗰個禮拜周末周日咧就要對翻住曼聯啦，呢一場仲要係作客嘅添，亦都係作客啦嚇咁樣樣嘅，咁跟住呢一場波之後就應該去翻呢個國際賽週期同埋世界盃附加賽嘅週期啦。好啦 ，Tommy 呢個賽程呢個走位需唔需要流放？或者是應該場場攣到盡，即是怎樣計算？如果流放呢就是唯一流呢就應該是今晚那場阿斯洛對車路士聯賽杯的。咁其實雲加其實之前都報道了，咁佢會即係佢覺得會有一個佢覺得會贏的陣容，咁就會打車路士。咁亦都有啲小將會出啦，前鋒講會出得賓特拿啦，會有呢個嘅新仔啦，叫希登啦。希登一路是一啲嘅啊，希登今年都有啲一隊命嘅喎，發覺都嚇，真係啊！但係今季係第一次上場嘅啫。係唔係你話聯賽杯就唔係啦嚇？聯賽係啊，聯賽杯就唔係。跟住公事量都會出場啦咁樣。呢場就擺明雲加就留咗力㗎啦。嗯。咁啊，如果你問我聯賽我唔會留力咯。歐聯咧仲。可能我覺得如果我是雲家的話，我會擺中在聯賽對利物浦，攞咗個勢先。係啊，攞咗個勢，因為其實你睇下會唔會有傷兵復出啊，各樣嘢啊，翻翻嚟啊，費明廉會出翻嚟啊，好多嘢，一場一場打啦。係，而家係諗啊，會唔會係多蒙特先利物浦先流力啊，多蒙特先派主力啊，或者點？我覺得冇啊，我依個地獄賽程即係。十幾日打四場波冇得就計。其實呢個地獄賽程有好多球迷就只係列呢4場出嚟啫。
但是我即可以坦白跟大家说，接下来的11月中的世界杯外围赛的附加赛、法国队都要打、那你想想基奥特沙格拿高斯以来都会 出席那个世界杯附加赛的赛事，还要知道他们作客乌克兰主场对乌克兰这两个回合、可以说生死攸关、生死存亡，输那就去不到世界杯了、好可能我哋阵中嘅法国国脚嘅死亡赛程咧，直接要去埋呢个国际赛之后。其实再翻嚟唞，我谂可能即系开心与唔开心都好啦。跟住落嚟啊，唞十日八日，十二月份又要连接爱华顿、曼城、车路士。其实喺我哋阵中嘅某部分球员嚟讲咧，嗰、那个魔鬼赛程一路去到十二月底咧，系由而家呢刻开始，而唔系大家而家睇到嘅呢四场波咁简单。即係如果雲家應該會再睇得宏觀啲，就睇埋其他陣中法國球員啦，再之後嘅魔鬼賽程啦嘅流放喎。你睇下基奧特對水晶宮嘅時候，嗱講翻少少水晶宮啦 ，Tommy。當其時你話因為阿迪達被趕出場啦嚇，咁啊立刻個調動就係話蒙維爾又出咗嚟啦，係嘛？亦都係跟住呢個。咪當其時我哋嘅爭拗就係點解換走咗呢一個卡蘇納，唔換基奧特？嗱。虽然基奥特有波入，但系唔系马后炮，我都依然系咁讲。其实我就认为反而应该换翻基奥特出去嘅。虽然Tommy 你嗰阵时所讲就话基奥特起码可以死球嗰方面帮帮手顶一顶啦、但我反而系着重前场嗰个控球能力嘅、我谂卡苏拿或者系都唔系第一次唔会打最前嗰个位置嘅奥斯尔咧，佢呢两个球员反而系可以摆喺最前边咧、增强嗰个控球能力，而基奥特反而已经系做唔到。你见佢临尾喺禁区边缘或者中对方嘅后场攞到波俾人一拍嘅咧，尤其是嗰、那个今届水晶宫嘅呢个防守球员呢、這个耶纳卓克咧，佢系今届拦截出里边其中一个最出色嘅球员嚟嘅，下下拍埋基奥特嗰度咧，基奥特都要扑喺度嘅。根本即系唔系话基奥特唔得啊，而系佢嗰阵时佢身体状况已经系唔系嗰回事，所以佢顶入咗第二球之后，哇！佢个样几辛苦，好似虚脱咁样吓，即系完成啦，即系确保胜局啦，叫做啊。即系就算佢入波，我都认为云家应该其实换走嗰个基奥特咯。所以嚟紧可能即系一定啦，今场波定即系嚟紧对车路士一定系休息啦，出宾德拿啦，咁啊之后就对利物浦，你使乜？你觉得会唔会流放？如果你问我，心态上面就冇一场要流放噶啦，心态上面就场场都去到尽噶啦。我谂，因为我睇翻上一场联赛杯对住西布朗嘅时候，处于一个咁大嘅劣势，但系班新仔仍然系咁坚挺，即系我个意志好集中啊。嗱，呢一样嘢要赞咯，就系话班新仔系嘛，变咗今场波，无论系用啲咩人脚上阵，我觉得食住个势，应该亚仙奴嗰个斗志都会几旺盛下嘅，尤其主场出击系嘛，咁应该会好好多嘅。反而我覺得咧，嗱，我大膽倒翻轉頭講啊，聯賽嗰方面咧，你話如果對住利物浦或者曼聯試打一場會有啲失利嘅話咧，即係失分啦嚇，大家唔使咁擔心嘅。聯賽真係長路漫漫，聯賽真係長路漫漫，即係而家起碼你自己我哋嘅外隊係領先緊兩分，咁你到去到喺嗰一刻嘅環境，最失利就係失三分嘅啫，係嘛？咁或者你一勝一和咧，或者你兩場和波咧失四分咧，係嘛？你咪最多俾突然間車路士嗰啲可能追一追翻上嚟啫。但係成個聯賽長途賽係嘛？只要我哋喺冬季揭冬，唔係揭冬啊，一月份之前，我哋嗰個同大家之間個距離係咬得好緊好緊嘅話，冬季再入一啲好嘅貨色去填充一下咧，咁我諗咧聯賽嗰方面長路漫漫，仲有得爭嘅。咁如果真係反而計翻呢幾場波個最緊要性咧？一定是作客多蒙特那場、反而流放我就覺得球員的心態就準備充足了，反而是本身這幾場比賽裡面的重要性、即如果、對多蒙特，如果真的曼德、失了三分的話，基本上就一定沒有榜首了，即多蒙特已經差不多即穩佔了個、小組首名了，所以就其實這場球最少都要拿分，真的最少拿分、之後那兩場、即马赛亦都唔系好嘢，我觉得去到最尾啊，跟住拿波利都系啦，希冠出翻嚟，亦都唔系好嘢啦。咁、所以最起码要攞一分咯。多蒙特呢、這个如果即系欧冠要再走远啲，咁啊真系呢场又好紧要啦。系啦，咁我觉得即系讲个重要性嚟讲、就应该系对多蒙特嗰场波咧会比较系紧要啲。联赛真系如果系出现咗疲态或者
即係繼續有傷兵，或者係啲傷兵未復出得切嘅話咧，有失利嘅。咁我覺得又唔好話即係太過睇得太過嚴重嘅成件事。嗱，即係最起碼希望攞多一分啦，即係對利物浦同曼聯，大家即係起碼不落下風先啦，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唔好輸咗士氣咯，即係早前即係羣組裏邊有個球迷都 po 咗個話利物浦名宿啦，就話咧就批我哋阿仙奴咧今年最多都係爭第四嘅啫，因為咧就係、是、陣中咧就冇一啲大哥咧就帶翻起球隊，即係萬一有啲咩聯賽即係長途賽啦、有低潮嘅時候咧就冇人可以即係拉住班後生仔叫咬緊牙關，即係叫反彈嘅期咧就比較長一啲。咁呢個有少少同意。有少少同意，但系咧，我覺得而家嘅阿仙奴咧，我覺得已經唔係早一兩屆阿仙奴嚟嘅，即係唔可以話即係睇得佢班後生仔、班僆仔真係冇人即係反彈唔到，即係你諗下上屆我哋輸完俾拜仁之後嗰段時間，亦都係冇大哥咁咬住，都咬翻第四翻嚟。阿倫漢臣呢個前利物浦嘅名宿，佢最叻嘅一句説話就係曾經講過話，靠一班小朋友，即係靠一班年青球員，你什麼也贏不了啊嘛。咁費格遜就用七小福，或者六小福去贏咗咁多屆嘅聯賽冠軍，已經阿費尚已經 lock 咗佢棚牙好耐㗎啦嚇。咁佢講嘅嘢咧，尚算中肯啦，起碼佢服得人心嘅，佢起碼佢又唔撐翻自己嘅利物浦，利物浦佢冇講利物浦可以入前四喎，係嘛？咁啊飲得佢噏啦，係咪先？即係舒利亞都認為車路士一定係冠軍，佢成日拍住舒利亞兩個喺度發瘋噶嘛，好似我哋兩個咁噶嘛，係嘛？OK 嘅，咁啊我又覺得佢嘅説話可以當為參考啦嚇。佢亦都的而且確指正咗一啲嘅毛病出嚟嘅，譬如韋舒亞嘅情況啦，或者奧斯爾嘅情況啦嚇。即係咁啱，即係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朋友亦都睇得出啦，奧斯爾啦，佢真係唔係一個領袖級嘅球員嚟㗎啦，係嘛？即係佢技術係高，係嘛？甚至乎我覺得佢比腳波，即係你而家同我哋上屆嘅王者卡蘇拿比較咧，你會發覺比波。哇！原來真係都有個分野啫，奧斯爾真係高啲嘅，係嘛？即係兩個已經用卡蘇拿去比啦，都有個好明顯嘅分野。咁但又如何呢？係嘛？即係而家我哋所講緊嘅就係話嗰個成隊波嗰個厚實嘅程度，因為實在傷兵影響得幾緊要嚇，因為太多傷員啦。OK， 咁啊總結一下呢個魔鬼賽程，我自己係睇遠啲嘅，睇埋佢呢個法國隊嘅世界盃嘅嗰個附加賽嗰個表現係咪？你話如果法國失利嘅，即係基奧特嗰啲冇得打世界盃咧，出年啦，佢真係冇機會再打噶啦，真係好大機會啦，真係你去到32歲。咁咪個情況又即係話，可能個心理上面都會有影響。嗱，呢個都好緊要，即係個世界盃附加賽又會影響翻佢哋翻返嚟阿仙奴嗰情緒，我覺得好大影響。法國隊去唔到世界盃，你要知道係法國嗰隊係。正路睇牌面啦嚇，對烏克蘭都難打，係難打，但係牌面稱高啲嘅。咁去年嘅歐洲國家杯，烏克蘭主場都贏唔到法國，都輸俾法國嚇。咁呢、這個。審慎樂觀啦，應該話係咪先？就係咁樣樣啦。OK， 咁啊呢個魔鬼賽程啊，大家分析完啦，即係各有各嘅説法啦嚇。咁有啲人就甚至乎認為對車路士嘅聯賽杯死梗啦，出牛奶仔去踢，咁啊都唔係牛奶仔嘅。利賓特拿、蒙維爾、華美倫嗰啲點叫牛奶仔啊？大哥係咪先？嗰班啲唔叫牛奶仔啊？咁啊出一兩件，你又話出成班牛奶仔，又有啲又有點而拿過嘅，咁啊唔使太擔心，唔使太擔心。OK， 但係問題就係咧，今屆就係好多球迷慢慢咧開始咧。球隊的形勢不是話咁如水如葵的時候咧，就會將個重心咧嗱如水如葵的時候，大家會將奧斯爾捧為一個神嚇。咁而家呢一刻咧，大家就好即係好著緊呢個法明利嚇。咁就將呢個阿迪達咧個功能性咧就擺到去一個下放到去一個幾低嘅位置嘅，即係從嗰位球迷嘅留言個評語咧就係咁樣樣啦。即係特別係上場啦，佢攞咗個紅牌啦，即係話佢冇身體質素啦，唔夠強壯啦，冇速度啦，輸咗俾查馬克啦。我記得舊年睇得最多嘅就係阿迪達。傷咗未能夠上陣嘅時候，啲球迷留言就話：阿迪達真係好緊要㗎，冇咗阿迪達串連我哋個中場，我哋個中場散曬啊！而家呢刻嘅阿迪達，阿迪達唔夠搶啦，覆蓋唔到成個中場個範圍啦，又係同一班人講。係咩？我冇特別留意係咪同一班人講啊？但係就一班球迷咪同一班人咯。
唔係兩個功能唔同啦，即係費明尼同埋阿迪達嘅功能唔同啦。兩個咧如果睇佢哋拍出嚟咧，即係阿迪達相預出翻嚟啦，跟住再拍費明尼啦。雖然拍嘅時間唔係好長，但係咧有啲互補不足，係幾令人放心嘅。OK， 我哋少咗一個都有啲嚇。我哋又可以去第三張相啊，唔該嚇，咁啊睇一睇啦。呢個就當年發明嚟之前應該未嚟隊啊，對住呢個愛華頓時期嘅阿迪達呢張相。我覺得幾得意啊！再攞翻出嚟啦 ，OK 嘅嚇。嗱講翻啦，因為發明嚟最初佢免費簽翻翻嚟，啲球迷都怨聲載道咁啊。點解唔係簽啲貴價嘢啊？咁啊，即係嘢啊，落場先知道堅料係嘛？我同 Tommy 神早都話佢好嘢噶啦，係嘛 ？OK， 發明嚟嘅第一場翻嚟嘅登場，亦都有賴你話即係一命二運三風水，有賴呢個韋舒亞上半場對熱刺肚痛。咁提早換佢出去，提早發明嚟入場。咦，大家已經見到發明嚟有料到喎。咁跟住落去咧，嗱，我哋先講聯賽啊，係嘛？跟住落去熱刺對完熱刺，嗱，熱刺之前嘅富咸維拉，咁啊，阿迪達因為本身已經傷咗啦，咁啊，發明嚟亦都未加盟啦，咁啊，大家都冇得出嘅。對熱刺就發明嚟先出啦。咁啊，再熱刺下一場對住新特蘭咧，發明嚟啊繼續正選啦，開始。咁阿迪達仲未能夠復出嘅，好啦，直接去到聯賽裏面咧，史篤城嗰場波咧，終於兩個人都可以同時喺陣中啦。發明嚟就正選，但阿迪達咧就八十分鐘咧先至後備入替嘅。咁再跟住下一場咧就是、作客史雲斯咧，發明嚟同樣正選，就係、是、呢個咧阿迪達咧就七十八分鐘後備入替嘅。咁啊，依兩場波。嗱，對住史篤城，對住史雲斯相史嚟講咧，咁嚴格嚟講，佢兩個冇乜話認真合拍嘅，係嘛 ？OK， 聯賽直接去到西布朗呢一場啦，直接作客西布朗呢一場咧，兩個人終於同時正選上陣，亦都同時打足九十分鐘。嗱，對住西布朗，大家覺得個效果點咧？嗱 ，OK， 再跟住聯賽對住洛域治嗰場啦，大家亦都係同時正選上陣，咁但係發明嚟因為同阿迪提相撞，個頭有少少震盪，所以三十七分鐘就要被換出啦。咁即係呢場波又係夾得一陣嘅啫。對水晶宮啦，更加夾得一陣啦，大家同時正選，但係發明嚟八分鐘就相出啦。好啦，講翻歐聯嗰邊，歐聯我哋講係已經係分組賽嗰度啦。對馬賽咁阿迪達冇嘅。就發明嚟正選嘅 ，OK 呢場又冇得夾啦。好啦，另外一場就打得好好嘅，對拿波里嗰場咧，就大家同時正選，大家去到尾啦。而呢一場咧，亦都係俾人哋大輸特輸，認為話雲加排出呢個雙防中陣有啲咩優勝之處啦。嚇 ，OK， 咁啊對住多蒙特就倒翻轉頭啦，就發明嚟就冇得出啦。咁啊阿迪達出，如果計落去咧，兩位球員可以一齊合作打足九十分鐘，就只係得聯賽對住西布朗。同埋歐聯對住拿波里，拿波里我哋攞到著數攞三分，嗱、但作客對住西布朗，其實依兩個球員嘅合拍可能未係咁純熟啦。其實嗰場波阿仙奴個中場都冇乜太大優勢啫，對住西布朗係冇乜優勢。嚇、啊，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從佢哋開始復出，可以一齊上陣合拍嘅場數咧，應該有數落去咧有八場咁多嘅。實際真係可以一齊合作打足九十分鐘只係得兩場波嘅啫，仲唔係兩場都贏曬添？所以其實呢個雙防中，大家個寄望係好高嘅。問題就係話個效果係點樣樣咧？我就好遺憾咯呢樣嘢。即係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復出，一個又傷翻入去咁樣樣。而家雙生雙克咁樣樣喎，兩個好似雙生雙克。一個啊傷出一個停賽添，而家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啦，睇翻拿波里嗰場波咧。就真係打得好好合拍嘅，真嘅，即係費明尼咧個搶啦，阿迪達咧就做中場嘅即係調度啊、控制啊，咁其實拿波里嗰場波亦都被譽為一個上半場係非常出色嘅比賽啦。嚇、咁我嚇點樣樣咧？嗱，其實咧嗱，講翻咧嗱，依兩個所謂防守中場嘅球員咧，阿迪達就係、是叫做係半途出家咁樣樣啦，係嘛？咁而另外咧，發明嚟咧就不嬲打防中位啦。發明嚟嗰樣，即係嗰個情況咧，可以算得上係咧有人話佢認為佢似呢個當年嘅韋拉啦，嗰個功能上面比較接近一啲嘅，即係個防守個範圍係大覆蓋範圍。但其實發明嚟講咧，佢主力嚟講，佢都唔係以搶斷出色嘅，佢以延緩對方嗰個攻勢咧為主要嘅。咁阿迪達反而喺搶斷嗰方面咧，我睇個多蒙特咧
對多蒙特嗰場，其實佢呢方面佢做得幾好嘅。阿迪達，但個覆蓋範圍個頻率咧就肯定冇法明尼咁高，即係各線升長。法明尼基本上就係寬度，佢可以好多，即係由左邊到右邊啦，兩邊佢都即係補呢個翼位咧，係都係補得好嘅。阿迪達咧就係我諗係中後場啦，即係中後場中圈後邊咧呢個位置咧，我覺得阿迪達喺保護即係兩個中堅前邊個位置，我覺得阿迪達亦都保護得係 OK 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如果法明尼未嚟之前，如果阿迪达打防中啊，即系一路啊，大家都觉得都 OK 嘅，即系好似云杰想讲啦，上季大家都一阿迪达好重要噶，阿迪达而家唔得啊。OK， 云佩斯所讲啦，吓07-08赛季嘅呢个阿仙奴咧，观赏性嗰度咧就打造咗一种咧叫有组织嘅混乱。咁呢一届咧就系我哋个中场发挥得淋漓尽致嘅法比加斯、法明尼、希比加鲁斯基嘅中场。佢相比之下咧，佢觉得咧12-13赛季咧，即系上季咧，阿仙奴嘅比赛场面咧就可以话用冇组织嘅稳定嚟形容啦。冇组织嘅稳定，稳定嗰两个字完全系阿迪达嘅功劳。佢认为。咁而法明尼嗰度呢，咁我睇到國內嘅一篇論文呢，咁就有咁講到嘅，不如即係我就十人此位啦，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法明尼呢個中後防嘅呢個中呢一套中後場嘅防守體系嘅關鍵上面，事實上呢佢認為法明尼呢唔係基拔圖斯華嗰類嘅完全真正意義上嘅接班人。佢話或者確切啲嚟講呢，如果我哋喺場上面嘅角色分工而係並非概念化嘅位置咁嘅角度嚟觀察嘅話咧，話佢寫得好深奧啊！咁就佢話分擔嘅咧就係維拉之前喺阿仙奴所做嘅工作，大範圍極富侵略性覆蓋搶逼，以及咧係由守轉攻嘅第一腳過渡嗱。所以其實雲家所用得嘅防中冇純粹粗野嘅防中，雲家所用得嘅防中 ，even 就算你哋睇到嘅法明尼都係用波嘅。OK， 咁啊更重要咧就係法明尼幫助槍手咧。好好地咁實現到要實現持續高位防守所必須解決嘅折返跑嘅問題。高位防守就要求隊要求隊員嘅折返跑嘅能力，但持續性嘅折返跑咧，其實就會極大消耗球員嘅體能。這個要求就係槍手嘅球員必須要盡快，因為要搶翻個控球權。而法明尼咧，佢絕對做得到。解決到呢一個問題，這個亦都係呢位法國球員喺今時今日阿仙奴陣中嘅重要性。不過喺嗱，佢跟住呢個作者再分析就係話，喺個細節上面稍稍不同嘅就係呢一套穩守反擊嘅體系裏邊，防守重心搶斷嘅意義咧，更多係在於咧遲滯或者破壞對手嘅進攻，即係延緩對手嘅進攻啦。佢嗰個遲滯嘅意思，為隊友回防。贏得時機，即是話佢阻礙對手嘅進攻攻勢嘅嗰個流程，亦都等待自己嘅隊友可以有及時嘅時間翻嚟進行呢個防守，而並非盡快地形成嗰個由轉守為攻嘅嗰個工作。佢話當年法比加斯就係負責控制比賽嘅節奏，向前傳遞威脅。傳遞一啲有威脅嘅傳球嘅角色咧，今時今日咧就俾阿迪達同埋奧斯爾咧。就分工化咗，即系佢呢篇嘢寫出嚟，佢就即系要證明翻阿迪達嗰個功用，即係其中一部分啦。呢篇文章咁，我抽出其中一部分，佢呢篇文幾長下嘅，即係或者有機會咧，再即係再抽取出嚟同大家分享下。我記得咧，我睇過一篇文章，其實都之前擺過喺冰工廠世界嗰個網站裏邊咧，就係講就係當拿波利嗰場波啦，就法明尼搶咗個波之後咧，第一個交俾嘅咧就係俾阿迪達，由佢去調度嘅。其實所以我印象之中啦，我睇完嗰篇文章就覺得佢兩個係相生相配，就唔係互相相克噶。唔係，但係而家相克係因為大家上唔到陣啊嘛，係啦，唔能夠同時上陣啊嘛。咁呢個係阿仙奴嘅悲哀嚟嘅，所以我哋早兩集都講過，之前如果得阿迪達嘅話，咁啊阿迪達咯，咁啊大家嗌住話要買房中咯，係嘛但有了法明尼更加需要買房中，因為你彰顯了法明尼的個特色的話，你沒有了他一下子你會好像覺得是個損失很大這樣的，想即是看下去的場面形勢就是這樣的，到魔鬼賽程又不知道幾時出回來，大家好像很緊張啊。之前我提議過不如重新考慮一下卡巴爺，是吧？卡巴爺現在紐卡素又越打越順，不知道他願不願意1月份走了。OK， 今天也有些傳聞就說對西布朗的這個
剛講嘅國腳呢、這個梅林堡咧，亦都有興趣嘅。梅林堡曾經就代表過法國嘅 U21 嗰啲上陣嘅嚇。咁巴黎聖日耳門嗰邊咧，佢又冇乜上陣機會。咁跟住咧就外租去西布朗，咦試過半季啱喎，直接就買咗佢過嚟，買咗一年又係啱喎，繼續啱喎，喂、哎、全程買曬佢過嚟，買斷佢過嚟啦。咁呢個球員而家今時今日個身價值幾多咧？真係要睇下西布朗浪唔浪你價。好，我哋又可以去啊。下張相啊，唔該嚇。咁啊，梅林堡啦，呢一段咧就係外電報道抽取出嚟嘅消息啊。咁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張相啦嚇。咁啊，去睇睇呢個搞玩嘅圖片啦。咁我不如為大家分享一下而家梅林堡個數據啊。雲家咧就派出球探去觀察過佢咧，雲家就覺得咧啱使嘅呢一個嚇。我其實睇咗西布朗幾屆咧，我都覺得呢個梅林堡係西布朗陣中發揮比較穩定嘅一個球員嚟嘅，嚇、同埋佢用到波，佢分到波。嗱、有一啲數據可以同大家睇到，全英超嘅攔截球員榜上邊咧，攔截咧，曼聯嘅卡域克係第一嘅，個攔截次數最多嘅。咁啊，成功率就都唔錯嚇。咁啊，第二位咧就是我啱啱講過，下下喺水晶宮嗰度咧拍贏基奧特嘅呢個耶迪納克或者。耶卓克啊，咁呢個球員咧，攔截嘅數據嚟講咧，全英超排第二嘅今年嚇、其實呢個會唔會考慮一下咧？咁第三位咧，正正就係而家上中人梅林堡啦。咁啊，今次今屆暫時打咗九場嘅聯賽，佢已經有30次嘅攔截嘅嚇。咁啊，至於佢另外一個數據咧，就係個傳波啦。傳波嗰方面咧，梅林堡喺雲英超嘅中場嚟講咧，嗱，第一係卡域克，第二就係耶托尼，第三係謝拉特，第四係藍斯。第五就是霍加，第六就是呢個唐新。咁啊，去到呢一個嘅全球榜嘅十位開外第十一位咧，正正亦都係呢位防守中場梅林堡啦。咁啊，全球次數有572次嘅。咁啊，作為一個防中以破壞為主嚟講咧，佢都 OK 嘅 ，OK 嘅嚇，咁樣樣嘅。咁喺個搶斷榜嗰度咧，咁佢啊個排名會比較後啲，搶斷喎係嘛？佢排第五啊，目前係排第五十嘅，有18次嘅搶斷。咁雲加即係同樣啦，如果係從咁嘅數據，從佢全球有一定嘅能力啦，係嘛？亦都有一定嘅攔截嘅能力啦。咁我諗雲加要嘅防中嘅要求都係既可攔截又可以用到波分到波嘅。咁再加上梅林堡適應曬英超嘅節奏，其實我兩年前我都同啲阿仙奴嘅 fans 傾開過，我都覺得呢個球員係可以諗嘅，可以諗嘅。咁睇下西布朗，即係如果雲加要買嘅時候，西布朗會開個咩價啦？有傳就話報紙外電就話700萬磅啫嘛，700萬磅，700萬磅抵㗎啦。要得過。係啊，冬季如果700萬磅買一個合適嘅房中，我覺得 OK 㗎啦。嚇，咁啊，除咗呢個房中位，我哋再去多張相啊。其實呢個係咩意思，我都未去睇過呢篇文章啊，好似有個意思嘅，要喺影洗手間影呢張相，我覺得幾得意。個樣又啊怪怪地咁樣。係咯，冇乜表情喎，前列腺有問題。OK， 唔係嗱，如果係買呢件咧，我贊成嘅，即係大家唔好話一定要諗啲咩名氣檔嘅球員係嘛，甚至乎700萬磅，你寧願買咗佢先定買利雲道夫斯基先咧？我諗你應該諗呢個先，唔係我始終對利雲道夫斯基有保留。位置嘅話，我會買前鋒先。但你話兩個球員咧，其實我自己對利雲道夫斯基都係麻麻地嘅。麻麻地，我麻麻地。咪前鋒嚟講咧，嗱第一，利雲道夫斯基700萬磅，冇可能。依700萬磅點計出嚟嘅？你點吹出嚟嘅？700萬磅，如果佢要賣俾你嘅話咧，就而家冬季賣，佢點會冬季賣咗利雲道夫斯基？你諗都諗到啦。我打埋歐聯咧，700萬磅。咁啊，下季佢啲自由轉會咯，你無端端又俾700萬磅佢，點計啊？呢條數係啊，冇可能計到。不除即係除非多蒙特冬季唔要佢咯，趕走佢咯，係嘛？咁啊，有排搶啦。OK， 咁你前鋒嗰度，我哋又講啊，前鋒啊，咁啊，上次我哋早兩集我講咗冬季進步啊，咁啊，講幾位球員啦、啊。好似我哋有冇講魯蘭迪啊？好似冇講。冇講魯蘭迪啊。依、這個魯蘭迪如果係都係外借噶啦，係啊，外借即係同呢個高魯斯一樣，大家都係諗佢外借噶啦。魯蘭迪，因為其實魯蘭迪佢自己開口想走啦，為咗踢呢個西班牙國家隊啊，佢而家喺聯賽入得一球，即係可能仲即係我諗好耐都排唔到佢踢世界盃。我就淨係知道咧，佢自從開口話走，又話雲加會借佢之後咧，突然間佢早幾年續兩場正選，
唉，呢啲嘢咁輕易咩？你話借就借咩？真係啊！歐聯點知祖雲達斯唔會亞仙奴對手啊？去到十六強係咪啊？或者八強，或者四強，哦咁樣樣。魯蘭迪個技術特點好明顯，夠高大，有頭槌，有腳法，但移動就比較慢啲。嗯，是不是適合英超呢？其實都是兩體，真的。我成日覺得他是肥壯版的呢個嘅高洛治。咁啊，亦都有傳咧，就係呢個今屆華倫唔係華倫西亞喺意甲嘅費倫天拿打得幾好嘅呢個古亞達道。咁呢個黑人球員個表現，我自己覺得佢係幾動力型嘅，似嗰啲譬如話講個例子，大家明嘅墨西哥國腳嘅呢個杜斯山杜斯嗰類，即係好靈動嘅。但是你話嗰個腦筋上邊咧，有陣時就會頭腦發熱啦，有時會死去啊啲波啊，有即係得個快字，有速度可以過到人，但又唔係嗰啲好正宗嘅技巧。即係咪又係最後即係咩攻勢終結者，有速度過到人？我而家呢個謝雲奴喺羅馬打得好好喎。我知道，係嘛？佢傷出羅馬八連勝。佢唔出羅馬都九連勝，真係哇！係真係個領隊好嘢咯嚇，即係呢幾個球員啦嚇，咁啊前鋒嗰方面要補充啊，翻嚟防線嗰度，即係而家當日我記得我同我哋阿斯先盧蘇啊，定係同邊位都有傾過，喂防中呢個位可唔可以諗下華美倫咧？群組都有人講，即係話，譬如話聯賽杯，不如推佢上嚟試一試防中。我覺得唔得。喂，聯賽杯就唔好，聯賽杯就肯定係打翻中堅啊！代替中堅嗰兩個其中之一個，就梗係打翻中堅啦。即係等於以前咧都有人講話，喂，揾阿托尼打防中得唔得啊？曾經都有講過，但係雲吉一路都冇用佢，都係打翻中堅。我自己覺得托尼都係唔適合打呢一個防守中場。華美倫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佢哋比較向前，即係左右移動反而慢。前後可能好啲，即係大家可能睇中即係華美倫就係、是、哇，會唔會有即係重腳重炮啊，似謝拉特啊啲入得幾多波啊？即係中場崩埋佢啲波，我覺得我唔會，我即係寧願揾個純粹防中咯、啊，就唔會將華美倫改造啦。即係你係咪覺得你會啊？你會試咗先 ？OK， 我記得你講過你會試咗先。我諗緊佢可唔可以變相係做咗另外一個有比提影子嘅。嘅防中，第一大家都係左腳，係不過比提就好中意落地產嘅，即係比提嗰種咧，好有球味嘅踢法咧，即係而家我都仲好懷念，係嘛？即係華美倫做唔做到呢樣嘢？嗱，佢而家即係一路都未有正選啦，踢波比較少啦，狀態即係成而要去打翻一個活動範圍咁廣嘅防守中場，即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啊，發明你打最成功係乜嘢？去勤力。来回跑，佢系每场波跑最多公里嘅球员啊！仙奴呢边，华美伦系咪可以做到呢个样嘢咧？即系中间嗰个速度啊，同埋嗰个体能啊，其实冇防中咁要求咁大。当然啦，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大家可能睇住佢会唔会打中间出身啊，跟住觉得佢大刀侍卫啊，成日俾佢呢个爱好啊，觉得会唔会可以变咗个防中后上射波咁？我觉得防中咧就系、是。最重要就是防中，就不是進攻的能力。另外一個球員你話防中咧，都是嚟自西布朗的中場球員嘅。咁啊，睇下雲加會唔會考慮，就是呢個耶確啊。咁耶確其實佢今屆嘅搶斷的次數咧，佢仲要比耶即係而家大家看到上中人的呢個梅林堡仲要高嘅。耶確個搶斷的次數喺全英超嚟講係排前五位嘅。西布朗嗰啲好嘢，你真的估不到嘅嚇。咁啊，呢啲即係其實你話如果單睇統計數字咧。有很多球員你都覺得好像應該啱使嘅喎，係嘛？咁啊，但係睇下雲加點樣諗啦。即係我諗下諗下，佢一係或者會唔會試下啲新仔啊？譬如話希登啊，依一啲啊咁樣啦，或者費林邦有冇一個死過翻生嘅機會咧？我都想雲加俾翻個機會啲後生仔嘅，我都幾中意佢嘅。我都好欣賞費林邦。曾經一度大家咪會諗過，費林邦如果可以踢英格蘭就好啦。佢係選擇咗加納啊嘛。咁啊！嗰一刻大家谂到佢其实个将来嘅前途系好美好嘅。系啊，点不知可能真系啊细路仔啦吓，口不择言啦。系啦，系啦，就讲一啲唔应该讲嘅嘢啦。咁啊 ，OK 啊，咁啊，即系而家嚟紧面前又好艰苦噶啦。咁但系一队强队就又要面对呢啲情况，冇可能话即系个赛程又好有利咁样样啊。打四場冇咁強嘅，跟住夾一場啊，勁女咁樣樣，你啊想啊，真係係咪先？唔係，但係摩連奴都串我哋啊，話我哋個賽程啊已經有正啦，休息多去一日啫，大佬。
咪先？但係其實誒，有時睇翻咧，即係做球迷咧，又覺得哇，好開心嘅，哇，連續呢十日八日裏邊有咁多好波睇，咪咯，真係幾開心真係。係啊，曲完之後依跟住借一借，好似不是未宜咁樣樣。係咯，唉。OK 嘅，咁啊，預祝我哋即係兵工廠咧嚇喺呢個難關上邊咧，可以即係關關難過就關關過啦。係啦，不過仲有個位置，即係今日嘅時間係比較充裕少少，我仲想講多個。有很多朋友對近期沙格拿嗰個傳送的水準咧，係用一個否定的態度。其實我自己都否定咗好耐噶啦。沙格拿個傳送真係睇唔到有啲乜嘢嘅，佢加埋佢個年歲啦嚇，你唔可以期望佢再有咩進步空間。喺我自己個人立場，我就狠辣啲嘅，唔係話沙格拿你續唔續約依家，而係我係唔係都要揾多個人去代替你噶啦。嗱，詹堅臣又未成熟，點解我咁諗咧？以雲加而家呢一套嘅踢法咧，其實如果你對閘個出擊能力強嘅話咧，猶如打多對翼，拉空咗啲闊度咧，其實係更加鋭利嘅個攻勢。咁而家你睇到即係頂級嘅勁旅係嘛？多蒙特有舒姆沙打得幾好啊！嗰場波係嘛？哥斯萊斯臨尾咪佢爆個波。傳中俾呢、這個利雲道夫斯基射入我哋嘅咯，係咪先？係咪佢改打右閘？好，拜仁有拿姆，巴塞有艾維斯，係咪亞祖安奴？有邊一隊勁旅真係真正勁旅嗰隊閘唔係可以當翼咁打？皇馬咧，馬塞魯、卡華積，我哋就冇啦。多翼咧嗰個疊馬助攻亦都即係非常漂亮啦，即係真係華麗足球咯，我覺得真係。即係呢啲球員唔知點解你一諗啊，係要諗起啲巴西人嘅，係嘛 ？Even 就算馬竿翻到去羅馬，都係踢翻佢依家波嘅水平啊嘛，即係一就西班牙人，真係咁樣樣嘅喎沙格拿就防守，我覺得真係OK 噶啦，真係好出色。佢感激佢係付出嘅，係啦，能力所限啦。佢第一季嚟到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咧，佢攞咗當屆最佳嘅。右閘，當屆英超最佳右閘。我記得對車仔有一場波，佢直情係接應角球頂入嘅添，頂完之後傷咗，我哋輸翻2-1啦。係咁啊，佢嘅速度亦都 OK 嘅，但係硬係疊馬上去助攻之後咧，出個波就太過平飛啊，或者咧就食死咗個波，硬係唔知點解，好似啊，即係咁多年嚟都係咁樣樣啦。咁而家佢都即係三張嘢咁樣樣，唔通你突然間要佢出波靚個逼，即係冇。系咯，边个可以令佢逼球？冇啦，即系咁样样。我就觉得，如果阿仙奴真正要喺层面上再提升嘅话咧，一对闸位。但系我睇到，譬如蒙维尔，如果你俾多啲机会佢上阵，或者杰比斯再进步嘅空间啊嘛，仲后生啊嘛。咁呢个仲可以等左边、右边咧，有啲失衡啦。即系沙格拿太年纪又大比较大啦。啊！詹堅臣又年纪比较轻啦，中间又有老嘅又老，乱嘅又乱。咁真係可能真係要揾一個閘翻嚟代替沙格拿啦。咁但係我諗亦都唔係冬季嘅事啦。唔係最急切嘅事啦。打好個防守先咯，我覺得。再繼續執漏啊！嗱，舒哲斯尼咧最近就話拒絕續約啦。咁啊，今屆表現咧幾穩定嘅。上場水晶宮攞咗最佳球員添。係啦。表現非常之好，如果佢真係唔續約啦，咁啊雲加可能賣走佢啦，會點樣處置呢個問題呢？咁有好多人就諗卡斯拿斯，你諗都唔好諗啦。嚟到英超嘅咪即係啱踢咧，佢雖然反應係好，我忽然間即係亦都留意過一段新聞，其實舊事重提嘅啦。呢一個就係而家喺漢堡嘅門將艾達，呢個德國嘅門將曾經紐亞未企穩之前，其實大家有寄望就係艾達就係德國嘅第一號門神，只不過係受重傷。我覺得佢係比較黑仔嘅一個球員，但係隨住上屆開始到今屆喺漢堡個表現開始越嚟越穩定翻，表現翻佢一級門將嘅水平啦。不過漢堡因為漢堡本身嘅後防線唔得咧，就影響到佢失波比較多啫。因為漢堡有迪佐羅喺前邊咧，就比較慘啲嘅嚇，即係呢個後防球員就咁變咗咧。艾達咧，如果佢要再提升自己咧。佢反而要去啲大會度爭取表現。如果雲加睺中佢嘅話咧，絕對係一個我100%贊同可以代替到斯捷斯尼嘅一個球員。我冇得睇，點睇個漢堡嘅波啊？不過我信你啦。身材高大得嚟，反應係好快。接波手法正唔正宗先？正宗，即係兩翼出波啲。老實講，德國嘅球員，德國嘅龍門，你話紐亞、艾達，全部都係手法非常之正宗嘅球員嚟嘅。
咁呢個好啦，好過咗，唔要唔好要啲組合特啊！呢個真係組合特，唉，盛名所累啊！呢啲唉，出道早啊！真係哇！如果呢啲龍門嚟到倫敦揾食啊，仲死得快，話你聽，五光十色。OK， 今日咧就好長長地咧，咁啊同大家咧即係逐忽去講咗我哋想講嘅嘢啦嚇。咁亦都要睇翻啦，啲球迷有啲咩講啦，咁亦都睇翻啦，即係啊，全香港最受歡迎嘅。Facebook 群Facebook 專頁啦，球迷世界裏面咧，即係我哋都擺咗題目出嚟噶啦，咁就係啊，傷兵未復遇著魔鬼賽程啊，阿迪達發明嚟黑豆黑，咁睇下啲球迷有咩講啊，咁啊有個永遠一樣黑，佢就話心境啊最重要，調翻轉頭，如果順利過渡咗魔鬼賽程咧，就證明咗今季阿仙奴絕對有能力漸止錦標，魔鬼賽程正好恰恰咧係今年阿仙奴一個考驗啊。系啊，呢个原来都是枪迷嚟噶啦。我们枪手是否真的强大起来啦？系啦。咁啊，有个 Daniel Leung 啦，咁佢就话啦，佢哋伤咗，即系话法梅宁伤咗啦，就一定对联赛就有唔细影响噶啦。大赛始终咧都有一啲前辈喺度压场嘅，咁要啱啦。咁啊，同阿仙奴咧未有人顶到法梅宁个位，但对球队嘅发展咧都唔系一件差嘅事，可以俾啲后生仔。上場機會即係增加呢個大賽經驗啊嘛！正面諗法，好嘢。係啦，跟住一路睇落去睇下，Jason Chan 咁佢就話咧，其實呢一段時間咧可以俾試下，頭先講咗啦，就話隊長咧打防中先，咁我啊橫掂中場都唔夠人，其實中場好多人嘅我哋。係啊，咁啊可以俾佢對利記打一場，哇！仲要對利記呢一場揾華美倫打防中，哇都好冒險啊！再睇下效果如何再算。咁啊，而前線咧真係要俾基奧特休息一下啦。上場對水晶宮咧打到好耐都未入局，俾大賓落下場啦，可能會有好效果啊。呢、這個就同你有啲一樣啊，就覺得應該俾基奧特休息一下。咁啊 ，Steve Wong 咧就話啦，其實阿仙奴後防不穩同埋後備不足咧，都唔係而家先至有噶啦。啊，只係以前贏波咧，大家就唔點理，而家到呢個賽程就開始見真章啦。咁啊，盡量做到咧就唔好。太失分啦，保持喺前列嘅位置。咁啊，有个张文俊咁佢就话，虽然系魔鬼赛程，但系及时发现核心问题咧，嘅重要性都好重要。咁啊，夺唔夺冠都好抽象，其实夺冠唔抽象夺冠系好实在嘅事情啦。过程见招拆招，同样关键。其实过程见招拆招就好抽象，我觉得。啊，所谓今日不知明日事，咁都啱嘅。咁啊。要籌劃一下將來嘅，又不能夠話不知名嘅事嘅。OK 嗱，我 sorry 就依度稍作少少補充啦。其實發明嚟嘅傷患咧，大家唔好太指意發明嚟就真係可以好健健康康咧繼續打落去。因為點解咁講咧？離開咗阿仙奴，轉投 AC 米蘭啦。第一季咧聯賽嘅上陣29場 ，total 嘅上陣37場，跟住一路咧就每況愈下嘅。第二年咧上陣32場，第三年咧上陣29場，第四年咧。全季加埋，即系一至一二年，上阵咗两场，啱啱之前呢一届上阵咗22场，22+2，即系近呢两年嚟讲啊，总共上阵24场，即系平均每季12场。嗱，即系话佢嘅伤患咧，慢慢会影响到佢嘅球员生涯嘅。咁而呢两年嚟咧，之前嗰两年嚟上阵时间极度不足咧，亦都影响咗佢竞技状态。佢而家喺阿仙奴踢得非常之好，佢真係竭盡所能。但係咧，呢啲隱患咧，我覺得一路會伴隨住發明嚟嘅。即係你話係咪可以徹底根治？我唔知道。不過個競技狀態其實佢有咁嘅表現已經好好，但係亦都連帶落嚟。如果佢會有繼續時不時有啲傷患咧，其實即係話俾大家聽 ，AC 米蘭嗰度咧係有跡可尋。係有跡可尋嘅。即係呢個大家如果雲家都計到呢條數 ，AC 米蘭。AC 米蘭內洛嗰個科療中心咁先進，計過條數發明嚟有啲嘢唔妥喎，係嘛？平一平發明嚟話減人工 ，AC 米蘭都唔要，都唔要。OK， 咁啊先翻返嚟阿仙奴。好啦，咁而家你咁睇落去嘅話咧，發明嚟表現咁出色，但係即係因為佢表現出色，所以揾多個代替到佢嘅人，代替到佢上場之後個功能性唔會顯得咧突然間有好大嘅差別。我想咧，我哋依一集咧擺完上我哋群組裏邊咧，有好多球迷大家喺度討論究竟買邊個房中，又翻翻去咧，即係暑假時候買房中啊，買房中嘅節奏。OK， 其實打回原形啊啲嘢。
好啦，今日嘅时间到呢度嘅。系啊，差唔多啦，好长啦今集。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嘅《冰桶讲世界》就同大家见面。拜拜。拜拜。Singing a song, here is a song.